这是一个什么实验？我可以把船拉到这里。为什么它会拉过来？因为你看，不是看，因为它会转转转，然后这个也会转，所以线就会转转转转。像如果你真的线这样子转转转，它不是会收起来？哦，线会收起来，它就会收起来，然后就往前。所以它是像是水车一样。嗯嗯，好，那你把船放回去原来的位置。那你要怎么样让那个齿轮转转转？水。OK。嗯。你等一下放 YouTube。为什么我要放到 YouTube？ OK， 所以现在先开始收了。哦、oh ，